喝酒有什么好处？就是哦，喝酒有什么好处？嗨，喝四十多年也没跳过楼，别着急。你是没跟我喝？什么叫别着急呀、啊？高老师的意思就是有的是机会，哎，对，非跳一回不可。对，嗯，张云雷在南京，是啊，南京德云社是。后台有演员着急回家，嗯，到了南京车站才发现行李收拾好没带来。哎呦，瞧这记性！打一电话，张云雷给人送行李去了。嗯，那会儿喝的都不行了啊。送完行李再见。哦，嘿，说了就兑现，是那做不了、哎嗯，说到做到。哎。后来问他，他自个儿说呀、啊，他以为啊，跟这儿走抄一平道，他省得绕那一圈儿，就是楼梯迈着栏杆哈、啊，一个两个三个，啊，很轻盈啊，夸夸，他瘦了，到尽头这个，哎呦我的妈呀，啊，十多米呀、啊，了不得，飙住了，哦，啊，开始是飙住了、嗯，到最后就坚持不住了，没劲儿了，掉下去了，嗯啊。还不错，嗯啊，当然他那同伴那天都吓傻了啊，那可不，也不哪个记者缺德问啊，到底是因为感情还是工作？啊，嗨，他拿话往那儿领他。你要说别人啊，要自杀，我真相信。嗯，张云雷门发场上都得跑，嚯，怕死，活得可在意了。哦，感冒都能变就两天，我可别死了呀。嗨，张云雷惜命。这根头发没捋顺，嗯，能耽误俩钟头捋这一根头发，揪下去好不好？捋顺才往外走呢。嗯，你要说感情上，喜欢他的小姑娘实车的哟，嚯，天天为他啊，打得跟什么似的。嗯，说感情上他不会有事的。那小姑娘有事儿，那是对。嗨，这叫什么话？事业上也不可能有事儿啊。嗯，对吧？《笑傲江湖》刚录完。对呀、啊，紧跟着按照我们的计划，后边的《欢乐喜剧人》对呀、啊，然后转过年去，他主演的电影是一步一步安排挺好，凭什么去死去？就是，嗯、所以这个玩意儿，你既在江湖内，就是搏命人，可不啊？你干这行，为什么要干这行？对你来说是工作，是吃饭，嗯，对人家来说就是说着玩儿，哦，所以我们这行时间长了也不拿这当回事，嗯，就是你说什么说什么吧，说呗，啊，你看今天很高兴。啊，当然了，今天过节，我是爷爷啊，哪儿你就爷爷，哪儿出了那么一句，你就爷爷，我是师爷，你是谁师爷？你得说清楚。他们是师爷，那您是徒弟收徒弟？刚才介绍这是奶奶啊，这嗨，没有，那是二奶。哎哎，咱们要不包他吧？嗯，这包谁呀、啊？我们老三口啊，说实在的，我老三口。一到我这就拐弯你好开心呢、啊、就是高兴挺高兴的、啊、嗯，天人进口是好事没错今天这样嗯，我说出来你们两个不许驳我啊怎么您高兴您说、啊、对对对什么毛病有事儿你说要吃奶是怎么、啊、哪儿有奶啊啊有吗哪儿有奶啊我是二奶我昨没有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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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奶别商量了你这到有没有到底是有吗我觉得这边没有这边哪边都没有哪边有啊哪边都没有、哦、没有了 啊, 啊没有压根儿也没有来晚了你看、哦、来晚了、啊、你看早也没有吃完了今儿早上就没了哎嗨谁吃的行了我跟您说 啊, 啊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对对我就说对我挺高兴就是待会儿您要干嘛演完了咱们聚会聚会那这好事啊你瞧这有您这句话好啊就是你看平时我也不喝酒但今儿高兴咱们喝两杯您少喝就这庆祝一下完您要喝口酒、啊、今儿庆祝一下 啊, 啊这好事好不好好事好难得你要说北京喝没意思我带你们上南京喝去哎这算了、哎、算了、嗯、算了非得那儿的酒劲儿大哎找一平地儿咱们踏踏实实喝会儿哎、好吧咱们喝会子对、哎庆祝庆祝咱也行别叫那么些人嗯叫自己人呗乱是不是是是是再一个人少呢就是少花点哎你这什么话你到底想不想请客、啊、我想请我想请你们俩哦咱仨人吃饭仨喝去好好行行行吧可以可以可以老高是吗我没事儿有事儿也推啊哎绝对没大半夜一块喝点啊待会儿这说了这完事我们仨喝酒好好好没问题、哎咱们是外头吃是家里吃哎咱要想吃点好的咱就上外头吃哎外边好外边可选择的余地也多就是有时候出门演出一说又晚上吃夜宵有时候愁得很嗯外边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跟北京似的对、哦、有的地儿一到晚上就五点半全城都关门你知道哎关门早太早了这也说这意思啊说这意思啊、嗯、
北京城想吃什么都有啊。对，那是通宵的夜市，哎，都有。嗯，好嘞，太棒了。外边吃，外边吃。但是咱丑话说前面，什么呀？外边有外边的不好。怎么呢？外边是东西脏。哦，说这个地方做饭它不讲究。对，唱戏别看后墙。嗯啊，吃饭别看厨房。哎，这没办法，这食品安全问题。那个，你说地沟油这解决得了吗？保不齐，那保不齐就有。那个菜，那个叶黄的，家里咱那掐，饭馆管理那个，那就给搁进去了，也没成本呢。有了那个肉，眼睁过期，他还用，他自己还有坏。有啊，厨子手都烂了，嚯，抓着脑袋咵咵炒菜。哎呀，端碗酸辣汤上来，你还以为胡椒面，其实头皮屑。哎呀呵。哪有这个饭馆？别说这个，多恶心！不，这不都你说的吗？这谁说的这个呀？可气着、啊！我就说这意思，就是脏还没事、啊、吃半截那儿喝多打起来了，那危险了。你这刚点碗面，是啊，一口没吃，那儿掏出枪，哎呦我，这死人啪就扎你这面碗里边。哎呀，你说咱实话实说啊，咱退一万步说，啊、这碗面，你说你结账，他结账。嗯，嗨。我先说说这人不是我烫死的就行，你呵，对吗？啊，扒拉开把这面吃了，我也得啊。所以说有时候外边吃它还是有危险，哎，反正各有利弊吧。反正还真是不如说家里边，那你看热热乎乎，那就别外头。那还咱还家里啊，家里呗，家里啊，家里。行，说这么热闹，这外边就没法吃。行行，哎呀，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吃不吃哪儿吃其实并不重要，就是啊，不说吃不吃重要，聊会儿天哪儿吃家里选择，家里。家里可以，那就高峰家里。哎，高峰家里啊！不，这谁要请客呀？高峰家里，咱这样，夜里边你别跟白天吃的，好家伙，那么丰盛犯不上。简单点也可以，对吧？啊，十个凉的，十个热的。嚯，来火锅，嗯，你再烤点串儿。啊，行，咱仨呀，咱仨款款实实，这吃得了吗？这个，这撑死了这个。不是你老高，你这人不是你倒把他豁出去了。你说请客，你让我弄怎么？不上你那儿，别上。你请客，嗨啊！啊！又给你添麻烦了。哎呵，好，上他那儿去。不上他那儿就得上我那儿是吗？行行啊，行行。哎，这嗨什么？还认了？那就上于老师那儿啊，上你那儿，你那儿地儿宽敞。哎，他那倒是房子大，地儿宽敞。行，可以。那就别什么十个凉十个热，大半夜这二哎，二十个凉的二十个热。哎，我翻一倍，对吧？俩火锅，俩火锅，好吧？你呀，等会儿啊，您请客，上您那儿去。对。您今天徒弟收徒弟啊，是明白吗？您收徒孙行，好吧，你老上我，怎么到他这劲儿来了？您这上我这上可以呀，就是我那还有中午剩的半碗素片汤。哎，好，吃片汤都吃素的，您仨人吃那剩的素片汤啊？啊，兑点水，对吧？没听说过，兑点水做开，来点酱油，咸丝丝啊。哎，您啊，我那还有啊，爆烟萝卜皮，嘿，都没有爆烟的啊，呵。别吧唧嘴了，那玩意儿吃不到哪儿去。咱滴的这么三滴，两滴的香油，就一滴还省呢。过日子太仔细。然后啊，让高峰出去烤点串儿。哎啊，谦儿呢搬两箱酒，还上我们家去得了，那就还是得我们上您家也好，让嫂子弹唱歌舞。您啊，我们新疆好地方哪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家上新疆好地方。就这份心呐，列位看见了吗？嗯，交朋友交咱这样的，交哪样的吗？您亏心不亏心？我怎么了？哪儿啊？您说半天请客，就是哥俩这过还想这咱们一块热闹热闹。对，我这又烤串，他又买酒去，谁钢丝节知道吗？上我们家吃去像话吗？你不也是一脑袋钢丝吗？哎，听说过，那一脑袋头发丝儿。不是你，哎呀，您今天大喜的日子，谁花钱不重要啊？多新鲜，谁花钱不重要？咱有这气氛，你也不能说了不算。我都没想到这俩人怎么这样呢？不是这样，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这俩人搁一块二百多岁，你说你们俩怎么了？这是什么叫二百多岁了？为顿饭算的？为顿饭，看见列位看见了吧？干嘛呀？为顿饭急赤白脸，嘿，我这谁？咱做什么脚？你仨人谁急是白的？我都替你们俩寒碜，我替你寒碜。我吃就吃，不吃就不吃，花钱不花并不重要。考不考试？这大谁说？压根儿也没说考试。你说的请客，谁说的呀？你刚说的吃夜宵，那你说上你们家你烤串去？谁后来不改你们家了？你让我他说上他那吃吗？谁凭什么上你给说？哎，不吃辣的，不吃辣的，怎么不上？不是一顿饭的事，乱呢？你们可不是乱吗？行行行行行啊，拉倒了。拉倒了，
什么就拉倒，好不好？嗯，你说我花这么些钱，我图一什么？你多怎花那么些钱了？真的，你什么时候说花钱？交朋友都寒心了，我告诉你，我们比你还寒心呢，真的，知道吗？啊，完事还落一个，他们就占完便宜，哎呦，这都是提上秋裤不认账的主，知道吗？哎、行，我们吃饭脱衣裳干嘛？不是你吃过这亏是怎么？热，知道吗？哪儿啊你？拉倒了，啊，刚才算白说了，你压根儿你就说了，说我花了多少钱，不往回要了。废话，哪儿啊？你没花钱，拉倒，就这么着啊。嗯，你们俩都没关系。你们俩是有那个成语叫有不什么来着？反、啊、我忘了，反正是忘了。你提成语干嘛？我想起来，我再骂你们俩，告诉你们。哎，这叫什么人性、啊？哎，我看你们俩好有一比，比从何来？好比不是厚道人。这话怎么讲啊？不像，什么乱七八糟？你还会说人话吗你？我真气得我都不行、啊、不行了。我啥也没意思。好吧，就这样吧。啊，再见再见再见，我走了。什么？再见再见。好些事儿，岳云鹏找我事儿，知道吗？你再见是什么意思？不不，你这。再见啊！你先等等我问问你，不是你干嘛去？再见什么意思？你再见是什么意思？我就不跟你吃饭，我走啊，我有事儿。你要走？我很忙，岳云鹏找我事儿，知道吗？岳云鹏找你有事儿？岳云鹏啊，带我去拍戏去。我你问问你，他都得带你拍戏了，你先、啊、我找他去、嗯。还回来吗？还回来不回来？哎哎，我雇了几个发言人，是吧？我没问他们。坐那儿替我说不回来，对，问你还回来不回来？钢骨岔气，嗯，不回来了，打这儿开始不回来了，除非你跳下去，要不不回来了。我上南京，我等你去，知道吗？我接着你去，我没这么大本劲儿，知道吗？我推你，打这儿开始不见我们了，你死不死你？告诉你，那因为咱们这咱有事儿，那就好办了。我可是好心好意，我说哎，不是，哎，脱了，哎，你给我脱了，走吧，哎，脱了，哎嗨。干嘛？你要干嘛？放下！我坐哪儿？什么乱七八糟？你这个没有啊？你这个没有，没有，肚大了。你怎么回事啊？那算谁的？哪儿？有事说事，你干嘛？你不不是你们把这给我脱了？你要拦着我，告诉你啊，不行！我不拦着你们跳大秧歌干嘛？谁跳大秧歌？不就丰收了吗？我们俩你别把他放走了啊！把他放走了，我找你啊！我告诉你啊，你找我干嘛？怎么意思？他走就走吧，这今天他的节日，他走了，大伙儿一拍两散就完了，完了不行。他走我没意见，那你把他马褂干嘛？废话，他穿那马褂是我的。我能让他走吗？我怎么不他穿的马褂是你的，多新鲜呢！你不信你问他去。不是，你也别着急，你别着急，别咱们别着急，能让他问清楚啊。哎，吃不吃人无所谓的事啊，就嗨，别提吃。你说是不是？哎，我们气都气饱了。你说喂顿饭，你饭你先等会儿吧。哥们兄弟一场，好歹不是你哎，你先等会儿，问你个别的事儿。你说，您穿这马褂是谁的呀？因为我喜欢这个蓝色的这东西。因为什么？你要我真穿一红的，这个岁数你也知道不好看。你还穿红的？你要脸不要脸？哪儿啊？你就穿红的？穿红的有点……你先等会儿，我没问你这个喜欢蓝的，喜欢红的。哎哎啊、是，我问你现在穿这件马褂啊是谁的？不是你别这么动手动脚的，你这哎玩笑了啊！我怎么玩笑？我就警告你这一次。我招你惹不要再问了，知道吗？凭什么不问了？人家差点跟你打起来。我就问你，你说了就穿的是谁的？是不是你的？到底是谁的？瞧你那没羞的样儿。我没羞的样儿。你说句实话。他的。啊，你穿这马褂啊，是他的。是。那你就给。留下留下。又来了，你要凭这架势倒是能混上去马褂，你这不至于，你干嘛穿人家的？怎么了？不是你，你穿着马褂，你住口！穿着马褂给人拖起来，凭什么呀？呼，你瞧，你倒这凭什么呀？你倒真有理了，你穿人家的马褂，怎么就凭什么？他万一弄脏了呢，是吧？他弄坏了弄撕了是人家的，跟你没关系，那就可惜了，就是吧？可惜也是他的东西，你不是是对对、啊、你说的好像有理的样子，是不是？好像有理、啊、对，是我也不爱跟你争经这个、啊、你争经得着吗？是他的，是他的，给人脱下来，但是现在是不是穿在我的身上？
穿在你身上也是人家的，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凭什么给他？哎，我就这一句就问死你。凭什么给你？人得讲理啊，列位啊，人家穿这不像话呀，这个。你整个一特务，不是东西是人家，我刚明白过，这东西是人家，你凭什么不给人家？对呀，我能穿上就肯定他有道理呀。那你说说你这道理？你都多余问，我撑的合着，我这给你们劝架呢，你说说凭什么？我是东西是他的，啊，走到天边咱得承认这是高峰，那就完了吗？但是水有源树有根，你说说这他的东西为什么在我身上？嗯，他必有一个缘由啊，我听着呢，对不对？嗯，穿不白穿，不白穿，不白穿，不白穿啊！他给我拿租金了是怎么着？穿着我的衣裳怎么叫不白穿呢？掏钱了吗？对呀，啊，你给人租金了吗？哎，这要谈钱就远了，没有钱，因为我心里拿他当朋友。人家也得拿你当朋友啊，你穿人家东西你拿人当朋友，就这就是道德上的落差。耶，我拿他当我兄弟一样。亲哥们儿有花钱的吗？对不对？不对。哎嘿，听听，人家没拿您当朋友，现在往回要呢，你得说出来你穿着有什么道理，怎么不白穿？首先说，我先问问你，我在乎这一件衣服吗？我哪知道啊？好话，好话啊！哎，首先说，我为什么要借这件衣服？就我问的就是这个。你走到街上，我问问你，嗯，见过街上还有穿这衣服的吗？就是没有，北京没有吧？啊啊，天津有没有？天津也没有。石家庄有吗？没有。山东、山西，你打的全问过来的这个。这多少省市自治区？还有国外呢，是吧？啊，国外也别问了。为什么没有？完了啊！好么样，我穿这么一件，它必有缘由。你说呀，有人找我拍戏。啊，哎，好不好？哎，好不好？好什么呀？有人把你拍戏，你穿你的去。民国的戏，啊，郭老师您来一活吧，穿一长袍啊，穿一马褂。哦，知道您家里有一服装厂叫德云华服，人家都知道。您自个儿能做。对呀，我们给您弄也不合适，您也不在乎，嗯，您也不拿钱当回事儿，嗯，我这钱不叫事儿。哦，前些日子来一帮人上家搜出700万现金啊，对，对，这我们都知道，钱不叫事儿，那是，知道吗？那是，说那就得了，嗯，那您自己准备一个马褂，嗯，合身就好。好的，这很简单的事情，马上就可以安排厂子做一件。好啊，是不是？嗯，这会儿功夫我看了看剧本。说还剧本什么事？剧本提示让我穿着马褂，嗯，有一场雨戏。哦，下雨的戏。对，在雨里边跑。哦，我要做一件就湿了。那么你，他有一件啊？哦，我就上家去了，嗯，找他借的这件。你缺德不缺德呀？你，我缺马褂。哎，去嗨。啊，好好好，到家啪啪啪一砸门，嗯，高峰那媳妇儿出来了。哦，他媳妇儿，哎，嗯，客爷您来了。哎，客爷，他媳妇儿能这么说话吗？阔爷您来了。怎么叫阔爷？就这最说相声我最阔，叫阔爷。说您有钱。哎，阔爷您来了。嘿，我说挺好的，弟妹跟家呢哈。嗯，高峰呢？是出去了。哦，外边，快进来。什么人呢这？嗯，不是你媳妇儿也是，怎么这样？你别什么都信，知道吗？啊！进来之后，把门关上，插好了，挂上帘儿。哦，我说弟妹，你什么事儿快说，嗯，让谦嫂看见不乐意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谁都往里卷了，合着没跑了。我们三家是一家，啊，没听说过。我说弟妹，咱可别闹，别玩笑啊！啊，这个小游戏可来不得啊！哪有游戏啊？这里我是来借这件马褂的。哦，他媳妇儿顺手就提了出来了。你还哥，您穿上吧。嗯，啊，来深袖。呵，来这边对。嗯，那系扣啊！哎呦嚯，弄得我怪害臊，我都替你害臊。嗯，你呀，啊，挺开心。那是，哎，一边系扣一边说了。嗯，您老跟高峰在一块儿。是啊，高峰啊，岁数越来越大了。哦，多新鲜！这说话不挨着，一天到晚的，哦，这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云山雾罩，嗯，弄弄让人家就一嘴给噎在那儿了。哟。回家来跟我们着急啊！您在外头经得多见得广，嗯，
逢这个事儿您给他褶着点说、哦、啊，千不念万不念、嗯、还念咱们这点人情呢。我一听这话罢了，弟妹、嗯、踏踏实实的我走了、啊、这事儿装在心里边，别送，躺着你的、啊、我走了。躺着呢、啊、哦，他给我系完扣他就躺去了、啊、他是天也不早了，天也不早了，是，所以说我穿这件马褂我替他在外边帮助很大，他说话云山雾罩都有我兜着。这么回事，哎，您别着急了啊，我再跟他解释解释，你别闹矛盾。对对啊，宝凤，把他放走，我找你要、啊。我放不走，这事儿我给你打得清楚了。嗯，人家穿这马褂，真是不白穿。他给我拿钱了吗？嗨，谈不到钱，那怎么这个交情？你想想是吧？这怎么不白穿？媳妇都躺着呢，来，对吗？你别跟人撮合着，没怎么回事，知道吗？啊，哪儿躺着？你说话云山雾罩，谁呀、啊？招三不招两，老让人给问住。知道吧，你媳妇在家着急，正好她上家去借这马褂，人说穿上，再有隔你的为难你的，她全都给你兜着。我说话我说话云山雾罩，对呀、啊、天上一脚地一句，哪儿都不挨哪儿。她说的，你这是谁说的？她说的，这是她说的啊。等于我要是说出来不像话、嗯、她能给我褶着说，她给你往圆满了说，给我圆满着解答。对呀、啊、马褂她穿着不白穿啊，不白穿啊。你起来我问，你还问什么呀？我问都问完了。干嘛你干嘛？你老少息这什么意思？你这叫少息吗？这立正立正，这马褂你不能老穿着吧，你得有个日子吧。多的给我说吧，你先说多的给我。岳云鹏啊，过完100岁生日，我把这件给你送到坟上去。行行行，他35都活不到，知道吗？还100岁，我等多少年呢？我呀，不行，怎么又多一岁？不行，嗯，下礼拜给我送去，行吗？下礼拜几？今儿礼拜几？今儿礼拜二，下礼拜二给我送去。下礼拜三吧，好吧。你说这种人，这正经劲儿的。下礼拜三，行，礼拜三，礼拜三给我送去。礼拜三早上7点给我送家去，行吗？别，晚上12点。有晚上12点送马褂的吗？我这拿马褂就是晚上12点。对，去去去，躺着呢吗？哪儿的事儿？您别跟人捣乱嘛，这不是？嗯，上午10点，下午3点。你这人，你11点，12点半，是12点10分，12点15分，是13分，14分，13分半，14分，13分半，就这一分钟还正经什么呀？你就那天给你送过去，行，那天送去，我告诉你，穿的时候你在意点，在意着呢。这都是这浮土，什么浮土啊？你在一打吗？就没啊？行了，都是尿角儿，才尿角儿，没有。行，怎么着？就注点意，正经了，还要多注意。我最喜欢这件儿，你喜欢这件儿，你给他，你就给他了，就他媳妇给我的，给是我都不知道。你那是你没在家我才去似的，别跟他，你给他了就完。行，让他先穿着。他说我云山雾罩，他不说马褂这没关系，给他就不要了，我也不心疼。他家有钱，我家也不是没钱呢。哦，您家也富裕是吗？这玩意儿家里有10000多件呢。10000种不同颜色的，说话就来劲。这怎么就来劲呢？不是你要我送你2打？哎，我别去，你看看这怕什么？这有的是，10000多件，哎，色儿都不一样，10000多种颜色，服不服？有那么些颜色吗？我自己配呀，自己配呀。你看看上面这色儿，下面那色儿，行不行啊？花马褂，你看看要吗？给你俩，不要不要。咱家里有的是钱，这个咱不在乎啊，啊啊，咱不在乎。但是有一样，嗯，家里有这么些钱，是有这么些钱。怎么样？祖上留下来的，哦，都是传下来的。哎，我这个岁数，我打一出生就挣钱，能挣多少年钱啊？那倒也是，有限。您说的，家里边祖上比较有钱。哦，你比如说吧，我父亲，哦，我祖父，嚯，我曾祖，哎呦，再往上，咱就是我祖宗，啊，这些人吧，嗯，家里头都有钱，尤其是我爷爷。哦，到您爷爷那辈儿，呵，打他这儿开始，大富大贵，有钱人。哦，打他那儿发的迹。对。哦，您别往歪处想啊，没有别的，没有别的。我老怎往歪处想？你看看，我怕您胡琢磨，怎么突然就有钱了？没别的啊，劳动人民出身。劳动人民出身。哎，劳动人民大富大贵。嘿，你瞧，你瞧，新鲜不新鲜？这我不知道，这劳动人民还能。当然了，大富大贵当然是了啊！我爷爷，您别笑，说出来您别笑话啊！啊，我也不答应。过去，你不用你答应干嘛？啊，你就说呗，你这过去是干什么？您知道吗？您说，拉那个人力车的，
你看拉人力车的劳动人民啊，大富大贵，你怎么了？怎么挣钱了？你看拉活拉得好啊，每行每业它不一样啊，行行出状元呢，行行出状元也不能挣那么些钱，还大富大贵。拉人力车那是咱不、咱不是贬低人，最底层的这个劳动人，劳动人民啊，他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能一样吗？怎么？我爷爷拉这个人力车啊，你别看他没有腿啊，啊，但是呢，你先等一会儿吧。他这车拉起来特别快，唰唰唰唰唰。这么，你先等。嗯，你爷爷拉人力车的，对，没有腿，俩腿都没有。我知道没有腿，但是在马路上一走，远远就能看见。呵，高人一头，这人比谁都高半头。比你等会儿，没腿拉车咱不说，还比谁都高半头，挣的还多呢。这啊，他一人能挣俩人钱，要不他能大富大贵？你我哎呦，没听明白。我爷爷有钱，你啊是，我领你见见他。我啊，别去，我不是你爷爷大富大贵啊，拉人力车的，拉车挣的，没有腿，俩腿都没有，哦，还挣那么些钱，一人挣俩人钱，哎，高人一喝俩，大高个，你胡沁呢吧你？你这没腿都比别人高，八道哪儿啊？你是云山雾罩的，他我没白说你。我说这个你不信呢？我是不信啊。这事儿他有人知道、啊、谁知道啊？问他去。怎么他知道啊？哎，你问他去。好吧。哎，先生，行，我不用这么细致，啊、不用这么细致 啊。哎，有点什么时候就脱了呢？嗯嗯，我问问您啊。哎，你说。有那么老头啊，哎，你先别看那个了，啊、你说我答应人干干净净啊。是有那么一老头啊、嗯，大富大贵，特别有钱，有钱有钱呗，拉人力车的，哎啊，拉人力车的发了财了，这人还没有腿啊，比谁都高，一人挣好些钱，一人挣俩人钱。你他拉人力车，你给我住，你住口，住口吧，你住口吧，住口吧，拉洋车的，对，大富大贵是，拉洋车大富大贵，怎么你怎么了？你要死你、啊、我要死干嘛？胡说八道呢！但是眼睁人就拉了，就你去快去找地儿拉去吧，你快啊！你就是撑着撑着，脱了！哎，脱了！就说好了吗？下礼拜三说好什么？下礼拜三呢？怎么着？没腿拉洋车，特别有钱，大高个儿，这事儿你不知道吗？嗯？哦，这事儿是他说的，没有。有哦，你看看哦，有怎么样？有怎么样？好，有就好办了。咱能胡说吗？啊、好，当然有，有就好办啊。那我就问问您吧，怎么他就拉人力车的大富大贵？天可不早了啊！是，回家瞧瞧去。对，我上哪儿瞧去？嗯，你就是我跟你说，你知道，你就是太好事，真的不是好事，聊出来啊。是，你说说，你不是知道吗？有，哎，这你说这。是啊，怎么就大富大贵？嗯，老高家哈，嗯，他爷爷，哼，对，因为这个很正常，嗯，很正常，因为谁家也不可能说坐根儿就有钱，多新鲜！他一定是啊，就是慢慢的努力，哦、不管你是经商的、为患的、做买的、做卖的，是不是？嗯，哎，慢慢熬，先说慢慢熬，熬到有钱，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情？可能是有可能，这相信不相信？这我信。他信了啊！哎，什么我就信了呀？啊、哪儿我就信？我说拉人力车的，直接人就大富大贵了，怎么回事啊？拉人力车啊，而且没腿，这是个技术问题。这个没腿，腿哪儿去了呢？我哪知道？打南京跳去了？哎，不是，拉着洋车跳去了，他把腿跳掉了。嗯，哎。拉洋车发财，没腿发财倒是好说。嗯，没腿怎么办呢？没腿哦，来地出溜啊，就俩腿就剩一寸。嗯，个儿比谁都高，个儿还比谁都高啊！你这对了，大高个儿嘛，人这东西严谨，你知道，还得高一头。你就挣钱还多呢？哎，要不能发财吗？早知道借马棍那天我就住那儿了。哎，报仇来了你这。这个玩意儿，这个、嗯、他这就讲道理。对，您讲讲这道理。哎，
这事闹的啊。嗯，这个老高家，嗯，因为他们家他是他们家挺确实是挺有钱，因为不光是他这辈儿啊，富贵无三辈儿，但他这确实从上辈儿就有钱吧，老高。嗯，好几辈儿了，好几辈儿啊。他爷爷这辈儿发的迹，对，就因为拉这人力车，那就说他曾祖还没有这么多钱啊。对啊，他曾祖呢也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老爷子。你说他曾祖啊，我也很尊重啊，也虽然说没见过吧，但是认识没？但是我也听别人没有提到过他。哦，没提到过就别说了，都没见过。他曾祖呢，就是他曾祖当然是希望他祖父好，是谁都希望这是根儿啊啊，一定得有这个啊。哦，把这记住了啊。对呀、啊、对呀 啊， 啊，等着怎么着，说曾祖啊就跟他祖父就得说这话啊。儿子啊，完了这叫你呢，这叫谁呢，冲着你说的。那不对，你别你就是说他曾祖跟他祖父就说吧啊，嗯，说儿子啊，这个你得成家立业了啊，这都得有，大户人家都得有这个啊。哦，哎，哦，就刚编到这儿，这也是，编不下去了。后边呢？就是你得成家立业，你得、啊、你得娶个媳妇吧？哦，对，对不对？你得娶个媳妇成一家人吧，是吧？啊、对，你不能像我似的，我这一辈子没沾过女人的边儿啊。然后呢，那怎么有的这儿子呀？这是。啊，不行，就不能再说，再说他曾祖有媳妇，这个难度太大了。这个，那没媳妇，后边这人也没有。有，八云山雾罩有啊。这个孩子，你哪来的呢？嗯，你是小的时候啊，有一天早晨一开门啊，家门口停辆洋车，你是那洋车上放着一孩子，哎，人家不知谁送给我的啊，送孩子呀嘛。对，送孩子送洋车啊，完事呢，我就跟你爷俩就一块儿活到现在。那么现在你长大了。长大之后你得成家立业，嗯，成家立业你得娶个媳妇儿、哦、我给你已经说好了一家人家、嗯、这家挺有钱，嚯、哦、哎，顺不顺？顺不顺？顺啊。哎啊，顺是顺啊，是这没腿拉洋车可没提，您知道吗？还没到呢，还没到呢、哦、现在开始爸爸给你介绍一家人家，嗯，找了一姑娘要跟你结婚。哦，他祖父就不能一上来就答应、啊、因为一上来答应的话他就没有后边的事儿，是吧？是，说不行啊，说我要先立业后成家。你我就问你，没腿、啊、谁怎么拉洋车？你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一会儿就到了、啊、废话，说这个我现在不希望结婚啊，因为现在我的事业还没有成功。嗯，你瞧这还这样，你要事业成功哦，而且我也不希望找女方什么大户人家、哦、这样的话呢我显得我好像攀龙附凤，我希望找一个家境一般的。嗯，于是他曾祖就说了、嗯、孩子，方圆500里地没有比咱家穷的了。哎，嚯，哦，感觉他们家最穷了是吗？啊，就所以嘛，所以哎，对了，咱家最穷。嗯，所以他祖父就说：“那我得努力啊，对，我要有我的志愿啊，在墙上写自己的志愿。志愿是什么呀？第一、啊，成为亚洲首富。嚯，第二，拥有澳大利亚。嚯，我的妈！第三，嗯，全世界的钻石都是我的。哎呦妈！第四，嗯，拉洋车。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仨大差离格，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你说我先从哪个开始干？您说呢？拉洋车。哎，对，你只能从拉洋车开始干，权衡利弊啊，因为家里只有一辆洋车，还是人送的。对，嗯，一辆洋车。你祖父他从小由于特殊原因，怎么着？没有腿啊。哎，这没有，俩都没有。其实他不是没腿，他是腿短点是吧？啊，一哈来长的腿。哎，这不是这不一哈也能慢慢往前倒啊，也行，反正还不如没腿，跑不了多快就拧着呗。你甭跑了，一扎多长还跑什么？鞋大呀、啊，没听说，就没有腿，一哈来长。你有点难点，我跟你说，你给一口也行啊，这不一口好慢慢长是吧？你不是看见了吗？没有没有哦，对对对对对，你不知道？我是这，他没有一点腿都没，一丁点都没有，没有腿，哎，胸口就挨着地了，知道吗？嚯，那活得了？趴地下了那是？不是，就有腿就大腿根就没有了。哎，对对对，那大腿根没他爷没穿过裤子，嗯，永远是一管这干嘛？永远是一裤衩，你知道吗？永远是一裤衩，他是一包皮你也甭管啊！是是是是，你就说说为什么没腿拉洋车、哎？这大天热，图什么许的？我跟你说，说的就是，嗯，没有腿，没有腿呢，没有腿也要出车，对，没有腿走啊！因为他立志要出车拉洋车吗？他废话，他立志就能拉。早晨起来吃完早点，洋车夸十字路口一放，啊，把他祖父夸往车上一放，对，坐在这儿、嗯、傲视天下，看车去了那是。你知道吗？那不是拉车。无论谁过来，西单去吗？啊，不去。哦，
东四去吗？嗯，不去。废话，嗯，一坐坐一天，天黑了，连人带车送回来了。哎，这还是看车去了。这是所以说他怎么拉一个车？说的是拉车，他还得拉车，跑吧跑吧，特别快，多心特别快，特别快，钱快，哎呀，炸！哎呀，拉车快呀！要不他挣钱多？为什么？为什么快？他还比别人高一头是吧？哎呵，大高个儿，他没有腿，没腿都比别人高，他跑不了。哎，但是他能窜呐！啊，窜呐！嗯，行了行了，那坐车的受得了吗？那个，啊、这窜还怎么拉车呀？窜呐，高人一头嘛！啊，是个废话，你窜完了后边这人就遮出去了，知道吗？他万一这车拉出去压切面也挺好啊！没事，那就专压切面。人说拉车都对呀，哎呀，这个怨谁？他怨我不怨我？怨也不怨个老怨你曾祖啊！怎么？什么你曾祖？哎呀，这哎呀，他怎么能让他出去拉车去呢？是不是？是是。对啊、没腿没腿，怎么能拉车呢？有梦想，拉车还得高人一头，嗯，还得挣好些钱。对你来，最少得双份吧？是不是？不知道不知道你到底？哎呀，挣双份钱还得拉车，还得跑得快，还得能干活能挣钱，还得比别人高一头，还，哎呀，他你说你曾祖这个他是怎么想的？你曾祖、什么吓的？这怎么想的？你说，啊、你曾祖简直就是告诉你，就是个瞎子。这哎。好了你要死了是怎么你趟地雷上了、啊、他曾祖眼睛有问题眼睛有别别别说怎么着说话乱了啊他曾祖 啊双目失明说看不见没腿在双目失明你曾祖双目失明你祖父没有腿爷俩一块儿出车呀你家的俩残疾啊曾祖背着你祖父对啊这底下这也看不见哦看不见但是他能跑啊哦上面没腿没腿俩着车把呀指挥呀左哟哎俩人都一块儿可不高一头呗别人一份车钱他俩人出车可不两份呗、哦、就这么发了财对不对哎呀没想到哎呀来来来哎呀你看你如此轻松的回答呀这个哎哎孙子说话有良心啊、嗯你把这个事儿说的来路我想也是这意思嘛那你可没敌给我呀对对对你努个嘴眨眼我也知道啊哎呀对对你和你说太好了哦这是个办法是不是哎简而明说的你看看底下这样啊啊、嗯、上面这样行了行行啊、哦、对就是这种姿势是不是哎你说还这种姿势俩人前哎、啊、高人一头啊行啥陶醉呢哎呀我的天哪说得好说得好还说得好瞎子背稻草人满世界跑就俩疙瘩拉车把你家那不就创意吗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到这里别因为天不早有点累了别讲、啊、累还行啊这好事我们俩聊马褂你多穿些日子穿一年怎么样不是你还才一年你这你那戏马上拍完了你穿这身你照点照片啊这不也好看吗你先穿一年先好不好哎那个我们再聊会儿不就别聊会儿天聊会儿别聊了哎我们聊会儿别拦着我们啊我们聊会儿你先歇会儿养精蓄锐还聊啊啊好家伙他是这意思您明白了吧我明白了他两把人儿是全是残疾哎这您别笑话 啊我不笑话没有腿嗯特别高就我这模还能不笑话吗哎喂您知道这事儿那就算行了得嘞哎其实我这个太难理解是他这不说得很清楚吗啊您不也听明白了吗这倒是明白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哦、这是我胡说吗不是吧 哦哎我们家这个人物啊都挺奇特都挺传奇都挺奇特你看我曾祖跟我祖父俩人一块拉车、啊、全世界您说有吗哦不行想都想不出来你新鲜不新鲜新鲜了要不说他新鲜呢嗯我本人啊我本人比他们还新鲜您又出什么事儿了又出这回好事啊啊大喜事儿什么喜事儿跟他今儿一样啊天人进口哦您是收徒不比收徒还高兴那我呀啊得了一个儿子嘿好事吧这得给您道喜这是正常交流这好事吧天人进口哎是是是是是马上到日子都上医院呢对呀、啊、到医院了之后、啊、我往这个手术床上这么一躺啊我告诉你啊一点不疼啊有麻药打上麻药之后一会儿的功夫嘿孩子来了叫唤特别好听你先我也学孩子叫啊你不用学孩子叫了这伤口定现在还疼呢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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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要干嘛我要不干嘛了我你生孩子了对呀我有你没儿子是怎么着我有儿子也不是我亲生啊啊是我亲生啊
这就对了吗？这那是我媳妇儿生啊，也不能是大老爷们儿是上那儿。哎呀，你不男女平等，没听说过这地方不能搞男女平等。这怎么不能？眼睁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你哪儿就伤口现在？哪老爷们生孩子，我头回听说。打麻药了？那么打麻药也生不出来，你纯粹满嘴胡沁。哪儿我这伤口生孩子，这你不相信呢？废话，我能相信吗？我不信，不信，问他去呀。他知道，哎，他这汉子还没落下去呢。我管那干嘛？行，真够狠的啊！哎，哎，来，您过来吧。俩人啊啊，一没腿，一没眼。哎，嗨，不是，行了，行了，行了，高人一头。得了，不是那事儿了。嘿，省双份钱。哎，哪儿都能去，东单也行。不用，我知道、哎、啊。东单西四鼓楼前都行、哎。东单西四鼓楼前。不是，别唱。哎，你说，不是这么回事了啊、哦？又来了新题目了。啊呀啊！您听着 啊，大老爷们儿啊，男的，嗯，生了一孩子，打麻药了，到现在伤口还疼呢。哎，你说的真是人话呀？不是我说的，你 这话又响又不臭啊！哎，这叫什么？我这放屁呢？是怎么着？不是胡沁吗？这不就是啊？可不是胡沁，就没有这个事。我就没听说过有男的生孩子。哪儿有男的生孩子？脱！啊！快站！干嘛你又？怎么又动手啊？不说好了没腿吗？这没腿是没腿的事儿啊！这啊，这我啊生了一孩子，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这事儿你不知道吗？这事儿是他说的。没有，有。怎么样？好，怎么样？这嘿，太好了，我就喜欢这干梗倔的。这这，姐妹嘛，有就好。您聊聊吧，男的生孩子、怎么生的？您也可以想想。哎，对，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是打算从两个方面来讲。哟嚯，还很全面，你知道吗？第一呢，是从这个科学发展观上来啊讨论。哦。第二呢，它是和这个社会关系是有些牵连的。还有社会关系。第三呢，是华北地区的水域问题。哦。第四来说呢，您到底想说几点呀、您刚才就说从两点分析的。谁呀、您啊？你说我说。你说我说。你说啊，你也我说你大茬干嘛？听他说过。到底是几点？我知道是几点呀、你不知道，你拦着我。您说的两点啊，你以为我乐意说这个了？我对这个问题根本我就不感兴趣。哎，对，我瞧出您不感兴趣来了。那个、您聊吧。这个问题就好玩了哈。对呀、男人生孩子，是啊，多恨得慌啊，这是。因为咱们知道，一般来说。都是女人生孩子，对哈，没错。你比如谦儿哥有孩子有儿子吧？有啊，不是他亲生，是啊，谢谢大家的抬爱，这个那么说男人生孩子，这就好奇怪，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书，古往今来，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个人生父母养，哎，这叫什么话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历史上有一个小英雄。谁呀、叫哪吒，到他这儿哪吒改小英雄了，一个可爱的小英雄 是哪吒。哪吒我们看到原文里边提到他是莲花荷叶还有藕拼的，对对不对？传说是这样，你看看，他这个东西无风不起浪、哦、甚至包括孙悟空啊，对，孙悟空都知道吧？是西游记 啊孙悟空啊，这是孙悟空啊，这是猪八戒啊，这是啊，孙悟空啊，孙悟空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一块大石头。哎呦，看见了吗？我看什么呀？孙悟空出来了。啊，就是石猴。如果说，啊，石头是他的母亲，那么他的父亲是谁？我们说这还真是可以琢磨研究。西游记看过没有？西游记我看，这是一个大问题。嗯。到底那个人对石头做了些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是《西游记》里说的吗？研究的问题吗？啊，就没在那儿，你就这比划一下就完了，又一个啊，孙悟空，为什么叫孙悟空？哎，爷，
回答上来吗？这个好回答呀。什么？就是出了一个小猢狲。西游记是这么写的啊，出了小猢狲，对，自己人姓孙吧。啊，为什么不姓胡？我都没听说过孙悟空姓胡的。胡悟空，哎，胡悟空，对吧？没有过啊。姓胡怎么了？不丢人呢。啊，古往今来姓胡出了多少个名人呢？是吗？元朝末年，嗯，有一位将军叫胡大海，啊，这有跟常遇春、跟朱元璋打仗来，是是是，大英雄胡大海，姓胡吧？啊，不丢人，这是清朝，对，胡雪岩，哎，嚯，那更是名家，对吧？嗯嗯嗯，元朝，对，忽必烈，啊，嘿，尤其这忽必烈啊，忽必烈呀，哎呀，没听错，忽必烈，这嘿。哥好几，胡必烈、胡必说，是吧？不，行行，胡必来，行行行行，没听说，说说又拐弯，胡必烈，有口音，有口音，你知道吗？谁有口音？您先甭说，蒙古字儿，他翻译就是胡必烈。哎，您先别说这胡呼，胡必烈，就说说这男的，胡必说、胡必来这几个人，你先说说这男的怎么生孩子？啊，就你这个记性，直一嘴巴，我哎，这孩子。咱有点没意思了，真不就不是没意思。我听着这，我都给你讲了原始，你还问这？我那胡必烈没有，别提胡必烈。胡必烈，胡必烈，你别提这个，别人不提啊。你说我不提这个，你这根本就到不了那个问题。透过现象也看不到什么，是吧？看不到什么？你能看？胡必烈很厉害、啊，他的祖父叫铁木真啊，这是说对了，哎，对吗？哎，对，他祖父铁木真，嗯，没腿。哎呀、哎哎！拉洋车，我是这胡必烈，把大元帝朝拿洋车拉出来。行，愣拽呀、啊！这两件事，您这有点不像话，有点不讲理了啊！废话，哪儿就没腿？对呀、啊，这个叫胡必烈，嗯啊啊，胡必烈祖父叫铁木真、啊，铁木真其实也是谣传，什么本名叫铁木儿，知道吗？哎、没听说，不对吗？哪儿铁木真？好吧，这都过去了，都不重要啊，都不重要啊。关键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男人生孩子，对，对不对？废话，我刚要提醒你，知道吗？公鸡下蛋，母鸡打鸣，铁树开花，老爷们生孩子。对了，四大人世间四大吉兆，嗯，对不对？吉兆，弟兄，有的是吉兆。哎，对，招多的吉，那错不了。嗯，这个四大名著也都写过这个啊、嗯。那么说落到高峰身上，为什么？就您说吧、哎。高峰是天津人，这跟籍贯有什么关系？你看看。啊，天津什么地方？嗯、啊，九河下哨，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是是，退海之地。哦，就当年那个地儿是大海，后来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哎，有人居住。为什么叫天津呢？嗯，哎，皇上从那儿过，天子渡金之处。哦，渡口叫天津。嗯，是。哎，高峰就是那儿人。男的怎么生孩子、嗯？别着急啊。啊啊，这个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哦，嗯，平地上有一块石头。哎，这孙悟空出来了，孙悟空天津人感觉。不，嘿，怎么意思？您这行，不用摆姿势啊。你说说，男人生孩子，有海边有块石头、嗯、啊。高峰跟他媳妇儿在石头这儿，嗯，谈情说爱。哦，那是他们认识的地方。对，行吗，老高？哎，可以，行啊，还真是在那儿啊，真是就那儿。哦，那、啊、他妈谁知道？哎，这是蒙出来的，合着是大石头。嗯，高峰跟他媳妇儿俩人手拉手，啊，面对着苍天，啊、面对大海，对，面对这石头，嗯，情比金坚，两人发誓，发什么誓？老天爷在上，啊，我高峰，哦，媳妇儿这揽着他，嗯，我铁木儿，哎，这好嘛，什么名字？跟铁木真还是有关系。他媳妇儿叫木耳，哎，没听说过，谁名字叫木耳？姓木啊，这个说相声木祥林的木，你提木祥林干嘛？木祥林，你媳妇儿叫木耳，木耳。小名叫阿铁，好吧？哎，好，还是铁木耳。嗯、我高峰，我阿铁，阿铁哥嘛啊。嗯，我们俩好好过日子。哎，甭管叫什么了，对吧？嗯，一拜天地，哦，二拜高堂，是、嗯、夫妻对拜，嗯，就地洞房。哎，好嘛，就地好，没听说过，俩人海葬去了上那这不是怎么叫就地洞房，扎海里了是怎么着？不是人家这旅游嘛，有那旅游结婚嘛，旅游嘛，就全世界巡游嘛，全世界非上那儿去。这头一站叙利亚，是不是啊、嗯？一看没死了，得了，啊、咱们奔意大利吧，是吧？哎，作死去了。到意大利人震完了啊，俩人没辙了，就是回天津海边。哦，哎，海景房啊，哦也海景房，跟海景房仨月没离海景房啊，仨月两口子没下炕。嚯、
密仨月啊，仨月之后工作人员进去给俩人抬出来。哎，好嘛，还有工作人员了。嗯，抬出来，木耳怀孕了。我这个那是不怀孕都亏这仨月了。嗯，就交房钱不能白交，是吧？对对，两口子高兴啊。嗯，他生一闺女呢，就叫金针菇啊，不是，就叫。平菇口蘑、啊、叫香菇，哎，反正是生一男孩叫金针菇吧，啊，有寓意，好听一点。哎，这没有寓意。哎呀，反正就是，就快了，肚子就大了呗，啊，就是吧？怀孕了吗？怀孕了就怀孕了，啊，怀孕就生孩子吧，生吧。嗯，我想想啊，他生孩子，您使什么劲呢？嗯，替他开心，你知道吗？哎，这孩生孩子，这啊，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哎，到这天预产期到，哦，高峰的媳妇肚子疼。木耳说：“我肚子疼，我害怕。”哦，高峰说：“那就打了吧。”啊，没听说，混蛋吧？这不是，怀孕了肚子疼就打了，疼媳妇呗啊？这是疼媳妇，以后还有机会呢，还进房子还可以去呢，是吧？哎，行了，啊，媳妇说：“别费那个劲了，是吧？”啊，以旧就要了吧，多新鲜！想当年啊，家里条件不好，要送媳妇上医院，得叫一三轮车，哦，铺上被窝褥子，这孕妇躺好了拉去。是，现在家都有钱了，嗯，高峰叫一三蹦子来，哎，也没好哪儿去，叫俩三蹦子，俩管什么？媳妇一个，他一个，哦，上了这车，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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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家伙，就奔医院去了。那是，哎呀，高峰着急呀，嗯，下了车往里边就来呀，哦，一进门，嗯，一进门大夫坐那正闭目养神呢，哦，没事儿干，大夫养神，嗯，手里拿一杯清水，哦，水蹲在这儿，大夫闭目养神，高峰进来了。大夫，嗯，大夫真着急。大夫不着急，大夫看看他。嗯，我睁一只眼。什么事儿啊？大夫，我爱李人，我媳妇要生孩子了，是真急。哎，你受累吧。是。瞧这大夫啊，这要死这大夫这是。别着急呀。怎么不着急呀？高峰急的呀，汗嗓子也干的。啊，把这杯抄起来了。啊。他先印嗓子。哎，大夫，嗯，你受累吧，您别睡觉，我们要出人命了。睁眼看看，哎，这个，哎，嗯，怎么了？我那杯水呢？他喝了，我喝了啊。那是泡我那假眼的那水啊。哎，好家伙，嘿，我说睁一眼闭一眼的，感觉一假的摘下去了是吗？啊，您可记住了啊，啊，一个眼的是这大夫，嗯，俩眼的是他曾祖。没腿的那个是，有别提这俩眼睛，怕人分不清楚。就提这大夫就行了啊！高峰就觉得眼睛在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大夫，我要生孩子，这怎么办呢？就是，这说那你上医院呢？对呀，我们这是心理诊所呀。哎，好，去错了，这三蹦子。高峰气的，嗯啊，出门就跑。哦，哎，斜对门就是医院吧？赶紧去。你记错了，你没做手术。他到医院，他媳妇等于就生了啊？没有，不是做手术了，麻醉。现在刀口还疼着，那怎么孩子了？你怎么能记错了呢？一睁眼抱着孩子，我抱着呢。你不是你，这不是我，我疼啊。对呀，啊，你对对对对，他来了一刀哈。哎，特别这是怎么回事？大老爷们，他就冲到医院去了啊！到医院，大夫，我这对呀，啊，我这孩子哪去了？对，是呀，着急呀，一进医院，这就他，你看你做手术了吧？啊，当然，那就是一帮护士得拦着你啊！啊，哎呀，赶紧来呀，快来呀！弄着病人，给他能做什么？你男的痔疮啊？什么叫痔疮？痔疮？你往哪儿？你有痔疮？对，哎，给说有痔疮了，这人来着吧？嗯，高峰就到了，嗯，高峰就到了，嗯，四个护士搀着他，嗯，进来吧。嗯，到手术室了，躺下吧。嗯，躺下，俩护士给高峰扒裤子。哎呀，啊，这痔疮手术啊，我穿多少啊？我这是，你就跟变脸那似的，一没听说过，变不出什么来。再打针，疼，打一针麻醉。嗯，高峰趴在那儿不知道。嗯，哎，请大夫。嗯，大夫拿手术刀啊。啊，负责拉痔疮的大夫来了啊。呵，大夫来一看，吓一跳，怎么了？他刚才这一跑啊，那眼呢出来了。啊，正卡着屁股呢。哎呦。大夫眼泪都下来了。嗯，看了一辈子屁股了啊，临退休让他看我一眼。好家伙，哎呀，太离奇了！做手术吧，赶紧吧！呲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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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才麻醉他不知道啊，是麻醉给他做手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赶紧就给缝好了，缝好了给他躺在那儿，正好旁边那屋他媳妇儿
他媳妇也做手术，哦，剖腹产，孩子生完了，是是生完了，哥，这他爸爸在这儿了，啊，抱过来，搁在跟前儿，一会儿苏醒过来，苏醒过来，他一看，哟，还有孩子，麻药劲儿也过去了，哎呦，刀口可疼了，那就俩人一块儿去的医院，他媳妇在那屋，他在这屋，他媳妇生孩子，他切痔疮，麻药劲儿过去，孩子抱过来，这不就是男的生孩子吗？好家伙呀！哎呀，自个儿都给自个儿盖上白布了，这个。哎呀，你还真不错，越来越佩服你了。哎，还真是的。天不早了，咱走吧。别，我再跟他聊会儿。哎，你等会儿，没聊，等会儿，等会儿，你差不多可以了。没聊透，没聊够呢，没聊。对，我爱跟谦哥聊天，好玩的。马褂，你先穿五年。你知道我今儿长多大能耐？你这就是你。哎，穿五年，聊会儿，聊会儿，聊会儿啊！这回您就相信了吧？我这不听他这么说，我哪信得了啊？不听他说，我都不知道啊！哎，这像话吗？这个，反正我就觉着疼，我抱着，我以为是我生的呢。那能是吗？我细一琢磨，他是没这先例，是不是？多新鲜呐！反正我这个人呐，反正比较喇合，你这不太喇合了，就比较粗心，啊，你知道吧？没有这么粗心的。后来一问我媳妇儿，哦，他生，多新鲜，那就行了。孩子越长越大，我们计划以后。旅旅游，这好啊，对吧？应该的呀。孩子小的时候，北京城里先转一转，哎，别到远了去。动物园可以吧？动物园去，没问题。小孩最喜欢吧？就喜欢看动物。哎，上礼拜四去了，上动物园了，带着孩子呀，好极了。到动物园，恐龙馆，哦，恐龙馆，我看看那大恐龙，还能骑呢，20块钱骑一圈，然后可以照相，自己照加5块钱。啊，那恐龙馆骑着恐龙，我们俩奔月球了。哎，你哦，你先等一会儿。到了月球之后，你猜怎么着？哎，月球上也有人。是啊。啊，比地球人多，什么模样人都有。哎呦，也有那个没腿拉洋车的呀。好嘛，是也有那个一只眼啊，给人看病的呀。你们家人都在上头呢，是吗？啊，就那月球。别胡说八道了。从小月球，哎，你先等一会儿。坐一宇宙飞船，你别说了，直接奔冥王星。哎呦。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哎呀，这是我们旅游路线。你胡说八道！下回我带着你，你别带我。因为什么呢？你行了。月球也有动物园。等一会儿吧，太动物园。不是这么着，你先等。不是，废话。我得呀，月球那个动物园啊，哪儿啊？里边关着都是人，我一看这些人，我还都认识。你别哪儿？哟呵，这不是孙越吗？啊。这岳云鹏，月球动物园，月球德云社，啊，这事儿，啊，呵，别混哪儿啊？我是旅游，你带着孩子上动物园，啊，坐恐龙上月球，这事儿你听着新鲜是怎么的？这压根儿就不可能，不信呢？对了，问他去呀！哎呀，他又知道，他知道这得嘞，关老师，哎，问您个事儿啊，您说吧，带着孩子上动物园玩去了啊？去吧，坐着恐龙就奔冥王星了。上面还有拉痔疮的，胡说八道。孙越，还有岳云鹏，一句人话没有。生孩子都不对，这可他说的，谁说的也不行。怎么呢？我给你了，我都不穿了。接下来是我，接下来是我今天晚上最期待的一个节目啊，拆唱单弦儿。郭德纲、于谦、高峰，按说应该背下来啊。郭老师、于老师、高老师，拆场单弦儿，细书别凶，有请。啊，受累了啊，娱乐。你们等会儿，我先问问他们俩人啊。啊，您什么事儿啊？嗯，我打小干这行，我就没见过拿着词儿上场的。您，解释一下吧。不是，这个是一会儿讲话的那个内容，跟这词儿没关系。嗨，我还以为拿着词儿上。于老师那个呢？我们最近唱歌唱惯了，都有提词器，干这玩意儿没有，不习惯。嗯，行，好在也没人跟咱们较真儿啊，反串嘛，对不对啊？你他们有人唱着忘了。就瞎编两句，反正观众也不知道。对，这个要有准词儿的话，这是尊重观众。那是，许你们尊重啊，就许我尊重，知道吗？他先藏起来，你看啊，太开心了。哎，当然了。这个咱们要唱一什么节目啊？唱一不是单弦吗？拆唱班。来，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咱仨人这词儿不太一样。这个可能您各位年轻的观众不了解啊，嗯，这叫八角鼓。对。这是这个乐器的名字，我们唱的这叫单弦牌子曲。嗯，八角鼓，这是八个角，因为这东西是清朝乾隆年间发明的。哦，乾隆中叶，
这八个角代表着八旗。对，嗯啊，你看这个蟒皮了吗？啊，哎，你看这两边，这叫内蒙和外蒙。你瞧啊，这穗儿，这底这穗儿，哎，为什么这样呢？嗯，这叫鼓声双穗。你看还有吉祥话，它是为了表示吉祥如意。这里边有一半，嗯，拿手攥着这半叫勇霸干戈，嘿，就是不打仗的意思。哦、哎，拿这个一打啊。好，咱们这样，咱们先来个插曲儿，对，先开开嗓子，给大伙儿顺顺耳音。嗯，嗯，这个唱插曲儿最要紧的就是这奇迹，当然了。这一唱起来调也不对词儿也不对，三人张嘴结果眼都不一样啊，让观众笑话。对，知道吗？就到天津曲艺的窝子。嗯，对啊，你听叫好你就知道他们都会起哄、嗯、啊。咱们唱一什么插曲呢？唱一个传统的好风雨归舟。风雨归舟 啊头一句是什么词儿？谢直入深山。最值钱就是咱仨人得一块儿张嘴，还不能把词儿叠在一块儿，有板挺管着。对，你听完这录音就觉得是一个人唱的，这就值钱了。那才对呢。咱们开始，谢直入深山啊，没问题。来，我们的贤师啊，咱们得着重介绍一下啊，介绍六回了，再介绍一回 啊。著名贤师罗学发先生，哎，啊、罗老师。嗯、好，我们请发仔。发仔。缓动丝弦，我们学徒三个人志志诚诚，先给您唱一个小插曲儿、嗯，《风雨归舟》。哎，得起了、啊哎，来一块儿唱。谢志，走，吓我一跳。说好了一块儿唱吗？你不是指着我才张嘴的吗？对、啊、我不用指着你也得张嘴，是吧？我接个眼就唱啊，那就接个眼都过了啊。对对对啊，那行，发仔再来，嗯，谢直入深山引云峰受降请仙。钓鱼竿，腰桨穿龙鞍，七周
别介，卖的就是奇迹，错不了，还真不错呀、哎，还要多奇迹是吧？有点意思，太好了，有点意思。这个唱一段插曲儿，让观众们失落一下，失落呀，让他们难受一下。接下来咱们要干点儿正事儿了，对，哎，咱们唱一段50回的曲目，哎，哎，这叫戏书别凶，太好了，片段，来，发仔，开工。谨守正道莫任性，五伦之礼要分清，必须要遵照而行。有味儿。水浒，等会儿，我唱钻，不要说江湖黑话啊！嗯，什么叫钻弄的水浒啊？哦、不行啊，行，转奏，转奏，哎，转奏，来，嗯，重来啊，嗯、哎，张经理，嗯，郭麒麟，来，快，这还哪有大儿的事啊？人名没说，没有，没有，施耐庵，施耐庵，来，施耐庵转做了水浒。人家可称是那妙笔的先生，《水浒传》这一部精华，那阅书的人是无不赞成。描写武二郎是高尚的人物，可称是大名儿鼎鼎。自从在景阳冈打虎之后，在阳谷县赫赫的扬名。这一天，武二郎在街市上闲游，把阳谷县老少都给惊动，一个个搀老携幼都来看打虎的英雄。武二郎行至在街头，后有人喊叫了一声，就听后边说前面走的可是二哥，武二郎不由就一愣，转镖区回头他观看，原来是自己的胞兄。武二郎扑身他拜倒，武大郎珠泪儿盈盈。那桌是于老师请的客，都不鼓掌，就他们鼓掌啊！他们爱听，哎，他得意了，他们可逮着理了啊！就是。这个故事就开篇了，哎啊，就是武松景阳冈打虎之后，嗯，哎，在这十字街头碰见他的哥哥了，哎、这故事就开始了啊。对了，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叫《太平年》。
武大郎泪盈盈上前来搀起哥哥二五夫，说一别数年你把哥哥我给扔，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大闹了东岳庙逃出家中，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苦又伶仃，正赶上张大户他们家中把人用啊，哥哥我一倒在他家去做高峰啊，不对，什么词儿？去做长工。对呀、啊，这个长工叫高峰，还是我。现如今我娶了谦儿嫂了，谁说的？嗨、哎，不像话呀！你看有什么词儿？现如今我娶了你嫂子了，你嫂子是谁？就是谦儿嫂子。人没错，给你娶了嫂子。哎，进了咱的门厅，你知道哥哥我是那软弱又无能，也搭着你嫂子长得是忒漂亮，招惹了那些地痞流氓说相声的，他们堵着门的净起哄啊。说相声是爱起哄，因此上哥哥我弃清河来到了阳谷县，咱们才得太平年代。武二郎瞪双睛说，木下哪一个还敢再坑您这么一声，既然弟兄相逢，今天您就不必再去卖炊饼啊。说着二郎一探虎爪，替哥哥挑起了担子，他们转家中啊，念太平啊。大郎叫门，里面应声，谁呀？哎，潘金莲开开了门，他是细看分明，脱不了。瞧见了武二郎这个潘氏就一动，愣看可不行啊。弟兄二人怎么样？进了门上楼厅，大郎说，家里的我给你见见，这是我的兄弟那二武松。武二郎这才知道来的是嫂嫂，急忙上前跪倒就将头碰了。潘氏说，哎呦，可折寿死嫂子了，手术太成功了。我的罪可真不轻，念太平啊。潘氏女八花名，叫大郎打酒买菜给二弟接接风。武大爷到街上把所有的东西买齐，又把隔壁的这个王妈妈去请啊，帮着潘氏把菜饭做熟，就端上了楼厅。弟兄二人同饮溜溜，潘金莲在一旁是那带笑把话明，兄弟，哎，兄弟，哎，子弟，哎，嚯，别瞎喊呐、啊！你们嘴也馋，就是兄弟、啊、你看看你哥哥给咱们家收拾的有多么干净啊！哈哈，你要听我的，别在衙门里住了哦，赶紧搬到家里来。是，叫街坊四邻看着哥嫂对你也有一点那手足的情。
身行，不多时来到了那县衙中，见着县太爷把归家的那事情来回禀了。县太爷点头，他也赞同。从此二郎住宿在家中，每天到县内听差，他又去点名，在哥哥家里头一住就是俩月的光景啊。不知不觉呀，到了数九龙洞。好啊，好吧，啊，于老师唱的有味儿啊，就那儿，关键人家不看词儿，这太棒了。哎，后边再看，嗯，头里词儿是吧？啊，哎，刚才这个小牌子过去了，哎，接下来故事要开始激烈的运动起来了，没问题。那么接下来给您换一个曲牌，叫《南城调》。嘿。天武二郎从衙门里回来，天气可太冷，万里通云后啊，又密又浓，不多时片片的鹅毛弥漫路径，纷纷的鳞甲飞呀，疑是那斗鱼龙。街市上人烟稀少，在是肃静，武二郎趟风冒雪，他奔走到了家中。武二郎上前来叩门，把潘氏给惊动，潘金莲儿他开开了门呐，走进了这个二武松。武二郎上楼来脱靴胆雪，火炉旁坐定，潘金莲儿把前后的门儿啊关了一个紧啊，蹦蹦忙忙上前说：“兄弟呀，这天气可太冷，今儿个你回来的晚哪，一定堂口去说相声。”武二郎回答：“怎么样？我没有哪种毛病。”说相声毛病干的，嫂嫂若不信，你问我哥哥金枝枪。潘氏说什么？你哥哥？嗯，他缺乏正确的人生观。哦，空长一个废物的人影，吃完饭就睡大觉啊！他什么事儿他全都不通。酒饭齐备了多时，也不必把他来等，咱叔嫂同桌共饮，咱们谈一谈这肺腑的情。说着话，潘氏在二郎
对面坐定，深玉碗把美酒啊斟满了一大盅，他把身子这么一欠，双手把酒杯这么一捧，香腮就带着一点笑啊递给了二武松。美英雄探虎爪接杯，说嫂嫂你自用，潘氏说我的脾气啊最爱把兄弟疼，我二郎谢过了嫂嫂，此酒高兴，潘氏女给二郎啊斟满了第二盅。兄弟你喝个成双杯吧，二郎就一愣，我看完了喝罢了第二盏呐、啊，潘氏又斟第三盅，二郎把三杯饮完，斟一杯把嫂嫂回敬。潘金莲见他回敬酒啊，小心眼拎一咕噜，暗想到这个吴老二怎么样，大概是情动，跟他要结了连理。我怎么了我？我的造化可真不轻。此时节潘氏越想春情越动，要坏目不转睛的他竟瞧这个二武松，只瞧得这豪杰有他脑筋乱蹦，把头低下他是一语也不哼，拿火杖拨灰心里是犹疑不定，猛一抬头就气坏了英雄。见潘氏解开了纽帕，我不用跟解啊，我意思意思，比有比有的，露出了粉梗，还怎么样？眉角眉梢眼角那是万种的风情，这他改的词儿，这是。二郎说：“嫂嫂，你不可如此的行动。”俺五二小伦理我懂得手足情，我哥哥软弱，嫂嫂你也看重，必须要念在你们夫妻结发情，倘然若有风吹草动，嘿嘿，俺五二郎认识嫂嫂，俺那拳头之下呀焉能够留，请生打愣要。您那个嘴烫着了，多好这个！越唱越热闹了，呵，儿急了。哎呀，我很感慨，是不是？因为上回我们仨唱这个是12年前，对，十二年之后我们老了，所以记不住词儿了。哎，上回也没记住，那是那是，上回没拿着纸，他们看不出来啊。接下来换一个牌子，叫切快书。武二郎说的潘氏扫了兴，羞恼成怒就跑下了楼亭。走着说怨我们没脸把人家等，为什么一死儿竟念手足情，这也是这个脾气不让人尊敬，也怨我那没心没肺的把他疼，也是我命里的应该不心静，遇见了不懂人事的一条大昏虫。来至在这个厨房一里嚎啕痛，他是又哭又闹放了悲声。武二郎一见嫂嫂太蛮横，不得就躲开这个是非坑。武二郎他急急忙忙穿衣来到了街门洞，照词正赶上大郎转家中。
吴大爷在那儿吗？吴大爷用手推门，没推动，不多时门分左右响哗楞。吴大爷一见就一愣，从里边走出来他的兄弟二武松。真棒，都认识。嗯，有字典。那错不了。大郎说：“你到哪儿去？天这么冷，没羞没臊不行吗？”这个我二郎是一语不发，怒冲冲。他趟风冒雪走得冲，大郎也不知道为何情，心暗想：我这兄弟犯了什么毛病？他跟什么人霸气生？把那挑子挑到了街门洞，见着潘氏问分明。来到了厨房一里，留神看，呵，这个潘氏女呀，哭的是稀里哗啦的，眼泡全都哭肿，当时就闷坏了我的这个老蒙兄。那跟咱这词儿不一样，谢太是吧？吴大爷站在一边直发愣，眼望着潘氏问分明：为什么你那眼泡全哭肿啊？你跟什么人的霸气声？今儿个下雪，天气冷，二郎走，莫非说衙门里边有事情？潘金莲一听，把眼一瞪，嘿，这一口直啐的吴大爷来了一个满天星。不吃蒜了。说娶我时，你们家里很清静，就没提过有一个兄弟二武松。今儿个下雪，天又冷，打酒买菜火炉生。我只说我们喝酒不必把他等，谁成想一边喝酒，他把这个歹心生。他说我们俩不平等，他说你年老我年轻，他说我长得又好又干净，说你像条混世虫，他又说一朵鲜花粪堆扔，他又骂这个月下老人没眼睛。这小子越说越高兴，他一伸手就把你欺我的这个脸蛋儿拧。是太太，我的心眼硬，我的哥哥啊，你想站起来走道万不能。我的爷闻听不住的梗，说贤妻说话欠聪明，老二他没有这个毛病，他在妇女堆里他太薄情，他把我这个哥哥看得特别重，要办此事他这万爷万不能。金莲闻听无名动，好小子，我说话你是不爱听啊，从此后你走你的西青道，我走我的黑牛城。你那里清河沙河昌平县，我这里通州拐弯进了北京。你爱吃蒸羊羔肋蒸熊掌，我这儿有煎饼果子卷大葱。你既然把你的兄弟看得重，太太我点灯不亮炒菜不香，我不是个省油的灯。吴大爷闻听直发愣，这娘们说的我没听清。嗨，这一回细数别兄我封敬，到下一回斗杀西门庆，大闹飞云浦，中途路上断锁崩驾，可苦坏了美英雄。